破军外伤流流散是什么？一种流散走边路，创意战斧搭配冰痕之握，破军四秒光速拆塔，一个大招秒一个满血的玩法。至于有多强，大家看完会忍不住玩一局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歪，这是一局三十星排位赛。铭文出装在结尾处，进入游戏铁剑出门，预购陨星，学习一技能之后加点主一负二。前期无聊的镜头我们先跳过。打这个关羽稍微有点烦，因为他不跟你硬刚，只跟你抢线打支援。那这边在他一技能瞬间，我们一技能强化普攻按住他，他开二解控，二技能再夹住开大加入普攻。有个细节点大家别忘了，开大的同时是可以加入普攻打出多段伤害的，并且持续普攻还能减速目标 50%。 这边等他清兵瞬间，一技能控住，二技能猴子帮我们拿到助攻，我很气。刘禅打边路有个好处，就是只要你单吃对面一次，他这条路就炸了。即使前四分钟防御塔有保护机制，我们一套技能也能轻松拆完。之后等装备成型，拆一座塔只需要四秒钟。对面一塔掉了，关羽只能被迫跟我对线，他只要敢去支援，我就敢拆到他高地塔。那这边一技能别急着交，等他突进瞬间，我们再用一技能强化普攻击飞。他交二技能以后，我们再交二技能夹住他，让他跑不起来。马超来了不用理他，开大招一技能击飞关羽，疯狂点普攻减速，他开疾跑也没有用，二闪送他回家。说实话，这波要不是蓝不够了，马超也跑不掉。刘禅的操作无非就是一技能闪现接普攻，二技能接闪现，还有大招接一二技能普攻，没有什么难度，新手容易上手。很多人容易空技能的原因就是游戏设置错了，勾选距离最近单位，然后打开近距离自动追击就能解决。还有就是刘禅一技能强化普攻的前摇跟攻速有关，我这套出装卡的二档的攻速阈值，大家直接用就可以了，很丝滑。前面说了，我们大招接普攻有 50% 减速，这其实很克制马超和关羽。像这边蹲到关羽，他觉得防御塔能救他，我笑了。连人带防御塔一起打，他能跑得起来吗？这边二技能两下普攻送他上路。有小伙伴就说了，你刘禅打边路有输出吗？还真有，三个技能物理加成都很高，像中期一个大招秒关羽都绰绰有余。当然不要忘了，开大要加入普攻才行。进入中期教大家一个技能细节，你看像这边打马可，先用一技能不要去普攻，骗他的技能找他走位失误，二技能再夹住，这时候用强化普攻击飞，我们一技能又好了，秒接一技能普攻，又是一次击飞，一秒三控，他动都动不了，直接残血被秒。有小伙伴可能会说，你刘禅不出肉能扛得住吗？我只能说，我不但能扛，我还能一打五，顶着防御塔打，基本不掉血。当然要有技能细节，不要吃到控制，然后合理运用一技能护盾抵消伤害就可以了。你看这边被包围了，对面打我完全不掉血，这个关羽看了一眼都懒得上了。马超想追也追不上，一技能无限加速打我完全没有必要。来到中路看我们团战能力怎么样，一技能加速击飞关羽，二技能夹住开大加入普攻送他回家。后面还有个马超欺负扑克公主，一技能普攻夹一下直接打掉半血，你敢信？这还是半肉马超，安琪拉来支援，那一技能躲开他，二技能普攻击飞，二技能夹住绕到他身后。他开大我们就一技能普攻打掉他霸体护盾，等技能 CD， 这边二技能夹住，一技能加速追击，普攻击飞接大招，祝他幸福。这时对面马超孙策赶到，拿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有蓝 buff 无限刷盾，无限控制伤害还高。马超竟然还想输出，二技能夹住，一技能击飞，普攻直接打残，一技能好了强化普攻送他上路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孙策也别想跑，二技能夹住直接开大，一技能再击飞，大招送他回家，一技能加护盾闪现脱离防御塔攻击范围，我就剩一丝血，关羽也拿我没办法，一技能加个护盾回头与之一战，他也没办法，直接跑路，秒不掉我，只能被我无限控制一套带走。这边也是来上路抓关羽，好家伙，我们一顿控制他在天上就没下来过。下路爆发团战，其实刘禅算是比较克制马可波罗的，因为我们控制多，有加速，有护盾，他想秒我其实没这么容易。很多人玩刘禅比较笨重的原因就是遇到这种灵活的英雄，你的铭文和出装包括召唤师技能没有做出灵活的调整，像是调和完全可以换成加移速攻速的铭文，召唤师技能的话我打到国服只带闪现，用来开团或者打二闪一闪的操作。就像这一波安琪拉缩塔，我们直接一闪击飞，接二技能再控住，大招直接把他给秒掉，你说他这一波有操作的空间吗？单凭一二技能就能打掉半血，如果存个强化普攻大招都不用开。这边游戏快结束，我本来还想多打一会儿，一个操作失误，一二技能把水晶直接打残，我裂开了，队友也是直接推掉水晶。问大家一下，你觉得边路有什么英雄克制刘禅？听说点赞的朋友今天打排位赛会十连胜哦。我的铭文是时狩猎、时虚空、时宿命。提示一点，虽然超过了二档攻速阈值，但是如果对手出不祥征兆，我们一技能前摇还是会很大的。
装备冷静之靴，冰痕之握，暗影战斧，模拟斗篷，不祥征兆，破军满减 CD 装，不缺输出，不缺坦度。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